27日下午，杨倩、杨浩然组成的杨洋组合为中国队夺得第9金。在赛场上的杨洋组合严肃认真，赛后的他们青涩可爱，网友看后直呼神枪手杨洋组合，爱了爱了，夺了金比了心，中国队加油。赛后中国网友们脑洞大开，重新解读了一下流行网络用语 YYDS， 原意永远的神，表示 YYDS 的谐音就是杨洋得胜。在赛后，杨倩谈到了比赛中的很多细节，她在两次决赛中都佩戴了黄色发卡。杨倩表示，黄色发卡是自己的幸运物，或许是幸运物的加持，让杨倩在比赛中表现更加沉稳和冷静。网友表示，杨倩太可爱了，头发绑胡萝卜发绳，比了可爱发夹，还做了珍珠美甲，我也要去做同款。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